今天要出去槟城吃点心，喜羊城，在这个 Jalan Berman 那边，去 try 看好不好吃。Let's go。你到了 Penang Plaza 喜羊城点心楼，是在二楼。就是在第二楼这边。เขากับหลักขอบเปล่า终于从这个喜羊城点心吃完啦，在 Facebook 那边看到有人推荐这一家，其次对我们的口味不适合，东西有一点太咸了，然后它的炸的东西不是刚炸出来的，所以没有那么有一点冷掉。还好，其他的太咸了，烧麦是 OK， overall 我是不会再回来吃的咯。假如你们喜欢咸口味的，有可能比较会适合你们。对了，他们目前有这个28%折扣，本来是120多，扣到来大概98.6，10样东西。现在在 Uniqlo 看到这条裤子还蛮不错的，穿它有这个是灰色，蛮 comfy 的，再穿另外一个颜色 Sweatpants 这件是米色，
北米市也蛮好看的。米色。